那是怎么弄的？哎，他就这样，然后这样，然后这样，哎呀，说不清楚，我演示给你看啊。臭苍蝇！又在弄一盘。这下不怪我了吧？泡泡，你怎么把火龙果弄成这样啊？舅舅，不是我，是豆豆弄的。爸爸，对不起，他就是故意的。哇，那不是怎么弄的呀？哎呀，他就这样，然后这样，然后这样。哎呀，我说不清楚，我演示给你看啊。这样，啊，臭苍蝇！老婆，不是我，是泡泡弄的。对，是泡泡姐弄的，泡泡姐弄的。舅妈，对不起啊。王大强，那是怎么弄成这个样子的呀？你听我解释啊，泡泡是这样，然后这样，然后这样。哎呀，说不清楚，我演示给你看。臭苍蝇！对，就这样。你看。Thank you.